好球，又是李昂在前场的加压得分。是。那对于台湾两位选手来说啊，有非常好的开局，目前8-2领先了印度。是。好，在第一局，现在来到了19-10，拉出了一个安全的差距。是啊，所以这个今天他们的手感真的很不理想，目前啊。对。这不是棒球，不能接杀阿里啊！是，这拍子先掉了。直接的放短，李昂完全骗到了印度的选手，在第一局以21-11比较大的幅度抢下了第一局，目前暂时1-0领先印度的。哇，一个背后救球，好球。球这边拿到了第一分了。1-3，好球。好球。哇，这边要换拍子，挑高。但是这一球比较简单，反而没有处理好。哇，对印度来说比较可惜了，拍子已经换回来了，但是球打出界了。是。对，其实他也知道要稍微打慢。哇，这一个中路的扣杀没问题，那挑到这个麒麟呢、啊、最舒服的位置啊。是。哦，就在中场的地方。哇，李昂来得及，哇！但是麒麟、啊、可惜了。Jaranki 这个杀球不像杀球，还有一个滑拍切中间。对，而且这个角度真的很尖啊。对，哦，那个力道不是很大，刚好在前场给落下来。好球。哇，又来。同一个啊、哦。好，现在反倒是一分反超。好球。哦。要王麒麟就一个人杀一个，看谁呢。球。哦，再一次漂亮的打对角哦。对，李昂在这样的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变化，啊，用得非常的巧妙啊。哇，完全骗到了。哇，这个快胯下救球，第一球救到，第二球完全没办法。是。哦，你可以看到中场李昂的一个跳杀以后往前，王麒麟的拦截。一个封网，好，这时候的轮转换位来到麒麟前场的加压得分。是，其实现在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很明确哈。Ranky 今天可能的状态是稍微弱一些。哦，麒麟赶快再还原。还有，飞扑的救球出界。哇！哇，这球意识到了。对。哇，因为。你看到这个 Jagredi 给的这个滑拍是非常非常刁钻啊！有了，赛博点出现！哇，刚刚那几板，印度队扛得非常的精彩啊！对，那我们进攻的连续性哈，非常的连贯。哦，你看李昂失去重心以后，还是把球给压下来哈，转身封网。然后王麒麟跟进，哇，这球没过瘾了，
你要王麒麟行不行够出现了最终呢是以两局击败了在东京奥运小组赛落败的 Shetty 以及 Reggie 也报了一箭之仇，那非常恭喜台湾在前两点都顺利的收下，目前来到2-0听牌局面。